Yo, what's up? 大家好，孔令奇。出发点就是喜欢做音乐，看到那么多 rapper 其实挺兴奋的，而且都在自己的世界在练习。我也可以记得我第一次要上场的时候，第一次要演出，也是一样有这种紧张的感觉。我的 flow 我的帅气够帅气，黑白金线流在我血里，不管主线赋予了意义，我自己真实。这十几年以来，我们最终目标就是推广 hip hop，中国的 hip hop。 其实可能很多 hip hop 的粉丝对 hip hop 在国内有一个比较大的误解吧，其实 hip hop 并不是那么负面，并不是光要 diss 来 diss 去。 so 我想给大家我个人的 hip hop。 大家好，我是孔令奇，15号去 club 找你 happy， 管你多少 money， come on yeah，我是孔令奇耶，我的 flow 有说服力，就是敬了啤酒，喝了越来越多，身体慢慢放松，感觉一下发现我你没法缺，本来你是所 no， 现在是 ye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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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。 我个人的 hip hop 是比较 party， 比较好玩的，然后是比较自由的。我听的比较多吧，然后见的比较多，然后基本上的所有的国内的 hip hop 歌手都有接触到， so 我可能在 knowledge 方面可能多认识一些，而且在制作音乐啊，在作曲方面肯定会更多的一些经验。中国新说唱，我年轻我说唱， Let's go， Let's go。